在对的路上，有你们陪着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发挥力量，让我们一起相互加油，让我们给彼此最温暖的鼓励跟疼惜，让我们继续创造台湾最大的力量，让我们继续壮大台湾。各位乡亲，集体是你教我们好的名，我都是骄傲的台湾囡仔，进步这条路，对的路，咱大家继续向前行。一个机会，继续带领台湾，小米琴会甲大家徛做伙，甲罗清典徛做伙，咱让美德于台湾，让台湾也甲更加水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出来投票，出来投票，出来坚持，进步这条路有你有我，咱大家拢袂孤单，咱继续行，感谢台湾，感谢台湾。更多的陈俊汉，需要更多温暖、坚韧、坚强的力量。我们带着爱投票，带着关怀投票，带着温暖去投票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，我们要共同来欢迎台湾的战猫。不管哪里需要萧美琴。萧美琴就在哪里？各位朋友，36个小时之后，我们手中的一票将能够把我们的台湾战猫送到我们眼前的总统府。各位朋友，我们要我们最强大的力量，一起来欢迎我们未来的副总统萧美琴。是最重视性平的团队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民主。
有进步价值的团队，我们一起冲破了好多的天花板，我们一起创造了台湾傲人的成绩，我们一起创造了在亚洲最自由的社会，我们一起创造了在亚洲最进步的社会。我在这里要感谢大家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虽然我们的历史有太多的苦难，我们有亚洲最长的戒严，我们在国际上被无情的打压，被无情的孤立，但是因为每一个台湾人的努力，就像刚刚大家所看到的陈俊翰永不放弃的精神，这就是台湾人的精神。我刚刚听到灭火器在唱的歌，其实他的歌词是我在美国努力打拼过程中常常听到的，不断的在提醒我，记起是你，是你把我好的名，我是骄傲的台湾囡仔。在这一条路上，在对的路上，有你们陪着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发挥力量，让我们一起相互加油，让我们给彼此最温暖的鼓励跟疼惜，让我们继续创造台湾最大的力量，让我们继续壮大台湾。各位永青，集体是你教我们好的名，我都是骄傲的台湾囡仔，进步这条路，对的路，咱大家继续向前行，咱继续行对的路，咱选对的人，咱让赖清德一个机会，继续带